小何，你看见大王了吗？看见了，可大王还没能救下我们，就被他们。 大王叔叔，吊桥也被砍断了。大王面前就是悬崖。大王叔叔身上有很多很多血，有很多坏人围着大王叔叔，每个人手里都有刀，都砍向大王叔叔。景真，不说了，我们不说了。